生咋了？大学生应该这样吗？我大学生咋了？你站在面面为妹妹回到了位都没有，我说一句你还说很多句话。那我为啥要给他让位？你还跟我讲，拿过来说清。我为啥？你拿过来。我去，你作为一个学生，我是老师。哇，还是老师。你作为一个学生，我是老师。